到底咩系扮嘢呢？喺好耐好耐之前，有古希腊嘅学者认为扮嘢系人类求生技能嘅启发。到咗公元前300年，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佢对扮嘢有更加深入嘅 understanding。他認為扮嘢是一種可以令人感受到樂趣的藝術。Believe me， 我小細個已經中意 Charlie Chaplin， 他用了一個技巧叫做扮嘢 parody。咁如果你先接扮你咧 ？You're fired。其實不單止在外國啊，香港在黑白粵語片時代咧，亦都開始有扮嘢嘅文化啦。你電話再嘈咧，我就掹啦你條毛！喂，老虎仔！自從1967年 TVB 開台之後咧，扮嘢嘅文化更加係發揚光大。鬍鬚邋遢咁樣，以前好靚噶。其實無論乜嘢嘅年代。香港都有好多藝人都有扮嘢天分，原來又係一個綜藝嘅。你身材咁好，點會係你做嘅咧？係我做嘅。大嫂你唔好怕。Poodle 貴婦狗啦。我定去打破這命運迷陣。嗰陣時 EYT 咧就成日搞埋嗰啲咩似模似樣嘅比賽，發掘咗好多藝人同埋素人嘅扮嘢才華嘅。只想一天好放鬆。只想一天不再忙，仲有啊，有啲艺人因为扮嘢而扮到出晒名，仲有个绰号添。谁人在发射热力？谁人用眼里魅力？哪一个是？嗰個咪我扮野臭咯，不過唔單止我，仲有嗰三隻嘢。放縱來吧，不羈放縱 ，Because of you, baby。佢叫做夾汁歌啊？點解啊？即係度度都飲下咁咯，又係。尤其係扮一啲歌手，有時仲會改埋一啲好絕筆嘅歌詞，諷刺時事，有惡搞一啲話題人物。我信咗耶穌，前個身有頭痛，雞心裏有啲血痛。人情係咁做，做多咗不公報。利用扮嘢推動廣東歌。我坐得呢個位置就唔係同你講玩。扮嘢同炒股一樣，要有新聞話題性，就係冇人做過，先至有原子彈咁嘅效果。啵吧，驚唔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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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衝呢同埋蔡卓妍嘅。記者招待會，所以我哋決定，我哋以後唔會再一齊食豬大腸。近來近來背部受傷多中箭，我係拜金。Folks, look, here's the deal。其實我覺得扮嘢扮得好嘅人，佢嘅演技都夠攞影帝。咁到底乜嘢系扮嘢呢？佢可以系集体回忆嘅嘢，网络话题嘢，艺术嘢，令你发笑嘅嘢，为你带嚟惊喜嘅嘢，等你产生共鸣嘅嘢，成为你终生事业嘅嘢，可以传承落去嘅嘢。佢可以系所有嘢，正因为扮嘢咁博大精深，所以我哋决定开办富乐寿训练学院。我哋三位 professor 将会有专属教室，为学员提供贴身指导，传授扮嘢秘技。话明系福禄寿训练学院啊嘛，梗希望训练一批新血嚟接棒啦。我哋三个真系好鬼攰，而家已经结咗婚啦，有老婆同埋女，真系扮唔到咁多啦。希望睇人哋扮啦。新一代嘅识扮嘢嘅人好多呢啲咁嘅 talent， 可唔可以即系将呢班人摆上喺一个电视度咧？不過，我哋三個作為 professor， 點都要示範下嘅。兄弟們，扮嘢啊！各位觀眾，請以掌聲歡迎《痴情機》為我哋深情演繹《等回家》。我當住藍天白雲發誓，
你一定会喜欢我的音乐。今天机演唱会又要开，今天机等候你拘禁回来，房产都不爱，由记者转载新闻几咁精彩。七相机边探访边恋爱，七相机发誓要等你回来，能结婚娶你傻女恋上 old boy， 请教中是爱。回去坐阵先，坐阵先。他一点改一点乱咁改，笑你伪造文书夸张记载，话你有黑素材，行记都识开，极度七彩。今天机演唱会即加开，今天机白云蓝天里相爱，云淡清风里全新歌要转载，卖晒飞上菜。跟住有请廖街歌王汪边唱出 Dear Myself。 有到我歌边啦，有什么得意成就，若是想听我乐于跟你回报，十眼是眉抽，请观众快入座，即将进行这个演奏，追忆与共振，谁人没有遗憾，并未尽运哈利活难过作丑人，十四座那座就快归人，唱着最后余韵，手光表示你复识下头，多么感激有幸置身这里旁，前世受这段旅程，人来人往，季节是岁月神偷，拼过几多老大笑欢呼拍手，数一生的智慧与光下貌，多得所生等说起转转心情，人有照旧，朝朝睇镜中这个老友，镜中的我和我是自由。继续有请再次访港嘅球王李 B 为大家送上球迷回水机。成日都空空嚟啦，扎腳痛唔踢半熱毯，最我唔將唔出場費嘅板板起身冇多，你唔俾我，我胃音唔停。好期待下次再嚟到空港，再坐多次叫埋邝明允再坐入會，你醒咯，咪啲 fans 啫。最後請佢哋三位合唱，熱力接拍烏棒吧。
放纵运气，不必说道理，无谓坐着后悔，找寻知己，留下特别玩意，不需要顾忌。世界随随地转，只因你青春的身体。完全忘人望着你，都想这面是自己。怀藏着爱发激情，都只有预备。投入地共聚这刻，便发觉身处未来这天。灵魂未受限制，请跟我告别，无用自暴自弃，一生里是乐观的多，人人尽在下跪，都玩到飞起，这些就是自我，不需有顾忌。呼啦吧呼啦，呼啦吧呼啦，呼啦吧呼啦，哎呦喂，呼啦吧吧。Nobody's better than me. I shake it how I should. Shake in ways you wish you could. 好，就廿秒到啦。快啲，唔該唔該唔該。哇，呢度咁。Nobody's better than me. 而家請大家以最熱烈嘅掌聲歡迎。三位福禄寿训练学院的升级导师，首先有请 Professor Fu 阮少祥。郭佩文啊嘛，你好，你今日扮嘅系？我今日扮嘅系暖柱。除咗你之外，唔系话仲有得得嘅？等阵，等阵。点啊你？咩事？咩事？咩事？喂喂 ！Sorry， 大家大家，咁啊啱啱咧棘住咗啊，所以咧人哋塞车，我塞足啊。大家好。我系陈怡丹，得得。点解你人哋就扮呢一个美少女？点解你会扮一碌竹嘅吓？哦，争啲整亲人啊！你又头先。Sorry， 对唔住，对唔住。又撞到啦！咁我哋就扮同一個動漫入面嘅，咁我收到通知就係扮泥豆子，咁點知翻到嚟就係扮泥豆子個碌竹 ，I'm just a joke。哦，係一個笑話嚟嘅。俾啲掌聲我哋兩位辦公室助理啊！打陣。辛苦啦，辛苦啦，辛苦啦，辛苦啦。咁我哋係咪可以正式開始見下我哋嘅學員啊？冇錯啦，不如我哋講解一下。係，而家咧就可以揀人入組啦，跟住去訓練佢哋嘅。就係咁嘅咋嘛個節目，揀人入組訓練佢哋。不如等我講解一下啦。你嗰啲唔係叫講解，你叫翻譯，我唔係好聽得明佢講乜。咁其實我哋今次咧福禄寿訓練學院嘅報名人數係有超過500人嘅，咁當中包括咗香港、內地、澳門嘅素人同埋藝人參加。咁跟住經過咗多輪嘅面試之後咧，我哋節目組最後挑選出50位嘅參賽者嚟到今日呢一個終極面試。咁三位導師咧，跟住就會各自挑選8位嘅學員咧，去加入佢哋嘅隊伍啦。然後就一邊訓練佢哋，同埋咧一邊進行多輪嘅淘汰嘅。咁最後咧就會挑選出終極扮野之王，就係咁啦。而最重要係咩咧？呢個總冠軍將會得到一部型格順啲動車一班。
正式开始海选上半场，导师盲选，三位导师每人手握八个学籍，阵间大荧幕会展示所有参赛者嘅绰号，导师们轮流凭直觉选择绰号，被选择嘅参赛者随即出场表演，并自动入组。好啦，急不及待，我想睇睇呢五十位学员嘅绰号系如何啦。好啊，好啊，好，嚟睇一睇。哇！真係西貢羅記已有黃祖藍必選，好似好服喎呢啲名字。我見到女版阮兆祥。有冇啲咩心水啊？八聲勁過李思捷啊！我哋請長師兄揀先。Professor Fook， 我對於呢個幾有興趣，叫做臨時郭富城。臨時郭富城，我想開個好頭。咁不如我哋就一齊睇下臨時郭富城。睇睇佢背影都有啲嘢啊！佢講嘢都似啊！我好想要佢啊！好想要佢！臨時郭富城。你實中啊！齋睇佢背影都有啲嘢啊！二十六夜，熱力在四射，浪漫瀑布飛瀉，多麼潇洒，也顆心可共野，多想睜一雙眼與我共斜。Sakura, Bibi ko isa da da ayo, come and dance with me. Bibi ko isa da da ayo, come and dance with me. Gue gue long di do, gue gue long di do, come on. Gue gue long di do, come and dance with me. Come and dance with me.好精彩嘅表演啊！長師兄，好唔抵啊！係咪應該俾你㗎？你好想要佢啊！好想要佢。其實剛剛我上台之前嗰三分鐘之前，我仲喺廁所，泄咗道氣啊！已經。你可唔可以誒話俾我聽，郭富城去廁所係點㗎？二十六夜，熱力在四射。OK， 明唔該曬，明。佢講嘢都似啊，你講呢句嚟聽下佢嘅。哦，咁啊，多謝 TVB 頒咗呢一個最受歡迎嘅女歌手獎俾我。女歌手獎，仲有近期嘅講多嘅。Thank you。多謝三位老師。咁臨時郭富城咧就可以去長師兄嘅班房度休息下啦。入咗長師兄嗰一組嘅時候，我心情係好開心嘅，因為我由細就睇到佢大嘅啦，已經都。跟住咧就到 Professor 咯。好啦，睇下有啲咩揀先。誒，哲爺，仲有邊啲你想揀啊？我喺你前邊喎。嗱，你揀我嘅時咧，我就希望我要華碟噶啦。你知道我中意四大天王嘅。咁我就要華碟啦。真係好好啊，張祖藍。生活。十七歲，劉德華喺度做緊乜嘢？我遲喎，我驚啊！十歲那一夜，我有遠遠賴為大星星，幾百次白空都已經暗，好難聲説我太急。OK 喎，OK 喎。
该要受一代所立的一次高层层万里黑文梦交给你我能把这顶水果中意多谢浓有点泪流，但避免引街起思歌，首歌相依。Thank you， 识到宝啊！佢其实系新会李思贱啊，呢个直情系。你系扮好多把声。点解我最想要嗰啲俾你两个霸晒？我都想俾你啊，本来。不過賽制冇辦法啦，唉，我唯有要咗你啦。誒，介紹下自己先。我真名叫做陳柏希，幾靚仔添喎，真係。係喎，係好靚仔。哇！我見到即刻好多觀眾個心心眼嗰個樣。我想問剛才嗰幾個佔你識扮嘅人裏邊幾多程度咧？一半。哇！你可唔可以係咁已透露少少？你仲有幾多個？例如係邊幾個咧？王傑。哦 ，OK， 同埋我有獅子老師模仿嘅蔡風華，即係你係模仿李思捷模仿蔡風華。喂，你一個喂。嗱，不如咁啦，我講一句，你接落去啊，好嘛？好 ，OK， 三二一，一剎那光輝唔代表永恆，因為我老母中意李克勤。OK， 有你一個啊，其實頂到八個啦，仲開心咗七個。俾你立咗啦，黃祖藍，恭喜曬你啊！多謝多謝，恭喜曬，多謝曬。咁跟住咧就到 Professor Sal 師姐啦，去揀。下一位出場的學員，我想找一些又唱得又演得，但是又有些風趣 的感覺。我見到一個叫古惑包皮，應該是古惑仔的電影裏面包皮，即是阿 Lo。咁啊，真係要睇下呢個，可以睇下喎。你唔好嚇我啊！古惑包皮，我叫周桂忠。啊，忠哥，你最中意我哋三个边个？李思捷加呢个黄祖蓝。哦，即系唔中意我啦吓。好彩佢唔中意我咋，万一佢入咗我队，我都唔知点样栽培佢。你除咗扮阿 Low 啦，你仲识扮啲咩噶？哦，我会扮
金工。金剛啊！金冠，翻嚟睇。我今日好開心嚟到福祿壽訓練院。呢個唔係金剛，呢個係你自己。我一句你一句好嘛？唔好。唔係，而家我係你，而家我係你導師啦。而家我係你導師啊！我睇你係咪真係有料到啊，大佬？我 OK， 我盡力。扮金剛啊！我俾機會你，我一句你一句啊。你好，你好，我係金剛。我是金剛，我好開心，我好開心哦！你到福祿壽訓練學院，你到福祿壽訓練學院，大鑊！啊，歡迎啊，歡迎啊，唔該曬，係俾你掌聲啊！啱先可能我比較緊張，所以就講嘢都冇乜驚大到，所以可能有啲地方冒犯佢，不過以後都請佢嚴格啲教導我啦。我估唔到喎，消化一下先。Yes。呢兩個紋身係因為我覺得做得古惑仔又唔一定全部都係打打殺殺好惡嘅，我會覺得都有啲比較温柔好嘅。哎，喜歡你。我係堆田區小龍女龍田。哇，好嘢，好似喎。系，等我睇下先。我睇中咗一个先喎，小龙女我见到有堆田区小龙女。堆田区小龙女。各位好，我系堆田区小龙女龙田。哇，好似好似喎。想死以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疼，情意已难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受伤。心一吻亦匆匆。多謝。你而家用龍田把聲講下嘢？我係小龍女。你真實嘅名字？真名？係真名。哦，我叫趙仲怡。哦，變翻翻嚟啦。係星夢二嘅學員嚟嘅。哦，你好啊，趙仲怡。怪之得唱得咁好啦。係。點解今次會選擇扮龍田嘅？因為。我喜歡一些女仔說話咩咩地，好像很溫柔一樣，是因為我的聲音很低音，然後呢就人們經常以為我是男人，我想做一個幽默的女人。你放心放心，她起碼有個 sense of humor， 她有個喜感，搞笑的，是啊，OK，很明顯啊，恭喜你，恭喜曬，恭喜曬 Maggie， 多謝。Hello。你好啊，郭富城。即系下面啊。到祖蓝可以拣下一位学员啦。好，嚟睇下先，有咩拣？上一轮咧，我哋三个都男仔，不如今 round 我哋都系拣多少少女仔睇下。呢个选美嘅冠军最老土嘅安排就系我拣咗呢个，原来系我老婆走出嚟啦。咁就完全冇惊喜啦。选美冠军系咪先？冇理由选美冠军入第二组噶，如果系我老婆嘅话，系咪先？系系系。选美冠军。好。選美冠軍，你聽日係咪要翻 TVB 啊？冇人陪你咩？我陪你啦。哦，佢咪食神裏邊嘅火雞姐。火雞姐。我心裏想。
Hello， 我叫莫嘉欣。莫嘉欣？邊一屆？你係咪隔離台嘅選美冠軍啊？我哋冇一屆嘅。我係隔離個海嘅選美冠軍。隔離個海？澳門。哦。選美冠軍唔係喎，我係澳門小姐，好靚女嘅喎。係，好靚咩？而家真係唔係好靚。如果你真係選美冠軍嘅話咧，你係算冇乜包袱嘅。佢都肯頭先嗰啲啊，即係電下你啊，肯玩啊嗰只。即刻。係啊，但係我係好想知道你係咪真係選美冠軍。我有個要求，可唔可以你攞一落妝俾個真面目我哋睇下？好唔好啊？可以。我都想睇一睇佢嘅真樣，我哋等你啊。好嘅。一叫親嘉欣都係靚女嚟噶嘛，係咪啊？係啊，李嘉欣啊，鐘嘉欣啊，嚇。A few moments later， 嗱，選美冠軍我好似準備好啦，有請。有請麥嘉欣，係盧生真面目。哇！我已經極速㗎啦。哇！好靚女喎，真係。真嘅。真係真係靚。啱唔靚嘅？頭先真係麻麻地，真係澳門小姐喎。我記得啦，我係有某一啲嘅演出係撞過去嘅，係即係總之我哋嗰啲兩岸有陣時好多嗰啲兩岸四地嗰啲演出咧，佢就代表澳門嚟嘅，即係話佢本身都有啲演藝嘅經驗喺度咯喎。歡迎入嚟我哋嗰班挑戰自己，好多謝多謝多謝，係咪就咁黐喺度得㗎啦？好啦，你隔離啦，就咪黐住。OK， 我哋有啲整齊啲嘅感覺啊嘛，好嘛？喂呀！好，跟住又到阿師姐你啦，係嘛？你揀。Juliana， 交俾你啊 ，Juliana。師姐，而家到你揀啦。頭先你哋係全部係單一咩？劉德華啊，咩郭富城？我睇到有個許志安加阿家區嘅。家區。邊度啊？邊度啊？許志家區。50-50 啫嘛。佢唔似安仔，都應該似家區啦啩。你而家開始有你都啱啊！你頭先嗰個唔係好似巴皮，但係佢有啲古啊。我覺得你個邏輯係對嘅。嗰個我俾佢搞掂咗啦。我同意。許志家區。許志家區。最盛放的玫瑰，我唱得似嘅。流芳百世，怎可瞬间枯萎？我愿意留低写信去战地，任满天花瓣散落这污泥。好，边家区？边家区？哎，嘿。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50-50，我有100分喺呢度，我幫你，你幫我幫翻你噶咯，好啊，互幫，你喺我 team 度咯 ，man。OK，OK，thank you，thank you， 冇欺凌啊，包皮啊，系啊，好，謝謝相待啊，係，恭喜曬，估下包皮啊 ，OK 呢個名啊，好正，改得好，我本身諗住算估美股嘅，不過有隻得冇出街。美國包皮前面加個美國包皮啊嘛，美國蛋塔。哦，美國蛋。你係啊，我邊有出唔到街嘛？萬水千山中華，如果可以恨你。哇！首歌我都好中意林峯啊。B B 中唔中意啊？嚇 ！B B 啊！Professor Folk， 有請。好，等我睇下先嚇。我見到呢個名好得意，叫做中女西面。
點改名啊？你哋揾埋曬啲咁嘅名，好有趣喎！好，我就揀呢個《中女西面》。中女西面。比較是西式一點的，還有研究是西方一點的，難怪叫西女啦，不是中女西面，西面中女西面 OK OK， 多謝你，歡迎你，Thank you。 Hello Hello Hello， 沒有，我覺得我是好鬼妹的性格，咁我都係想觀眾睇到，咦，其實港姐出身都可以見到咁放同埋咁 free。嗱，林峯我記得有兩個嘅，係有一個係我愛林峯，有一個係老翻林峯。哇！我想講我都好中意林峯啊，係咩？我係人稱林太。先揀老翻林峯啊！老翻林峯。又嚟到《風情無限》，我愛福祿壽演唱會嘅最後一首歌，由呢首歌，希望大家同我一齊唱。我在幾鐘找你 ，thank you。好嘅，好嘅。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連遇上亦要躲避，無非想放下你，還是掛念你，誰又會及我相比？前事最怕有人提起。就算怎麼伸盡手臂，我們亦有一些距離。我情願，我很想想你。飛橋我 fans， 我還在記憶中找你。飛橋，我是 Moses 鄭永謙公司的同事，你哋好。你好。你是老翻林峰是不是？是啊，我甘拜下風。哇 ！Thank you， 林太。系林太，林太，林太，你以為我叫我係咪啊？係啊係啊，我覺得咧佢把聲好似啊。B B 中唔中意啊？啊 ！B B 啊！但係個樣唔係好似。盡咗力㗎啦！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all fans， 拜拜。我試下揀，我愛林峯。我愛林峯。喂，人呢？其實真係好一段時間都冇翻過嚟呢個咁温暖嘅大家庭二廠呢度，由當初嘅尋長記形成啦。誒，喂，而家亂針有啲距離嘅構種啦。怎可用情歌如泣如诉？未说的话留在问世天楼。Hello， 我太骄傲，情愿笑声代受云密布，不讲一声的爱是最好，仿佛你亦知道。好新的朋友 ，Hello！ 我还在记忆中找你。Hello， 我是阿峰啊。听讲咧有个叫郭浩王嘅喺一厂扮紧我，都几大胆喎。不过 ，Nice！Thank you， 峰哥，多谢各位 ，Thank you。我叫 Alex 郭浩王，大家好。郭浩王，你個人你個 character 咧，我覺得你可以做好多其他嘢。台上嘅表演，我諗你個 range 會好大，所以我好開心有咗你。OK， 多謝你。Thank you， 郭先生。Thank you。啊，林峯。
比賽之前我知道有一位參賽者都是扮林峰，大家各有各發揮，我覺得這樣就最好看了。我覺得我遲些還是要謙遲一點我覺得我會遲一點的。恭喜曬啊！恭喜曬，林峰，林峰，我想問你個 Pikachu 係真的非常好，假的？貼上去嘅，係啊。哦，我以為你真的有個紋身。好，我哋睇下下一位。啊！呢、這個有興趣啦，佢名係夠曬長啦，扮聲勁過李思捷，睇下佢咪出嚟之後可以睇一睇你眼眉。扮聲勁過李思捷，跟住落嚟我哋要頒發嘅係最佳綜藝節目，有請頒獎嘉賓鍾景輝先生。大家好，我是最喜歡跟人聊天的King Sir。這個究竟我們要頒的獎是什麼呢？我們看一看入圍名單先。最佳綜藝節目入圍名單有《星級廚房》星仔今天教大家燒雞翼的，如果大家發現落得太多鹽就不要吃住了，因為時間是可以沖淡一切的。哦，有啲喎，有啲喎，有啲喎。嗱，各位，我方認為喺現今嘅社會世界，無論飲管係得一個窿定係兩個窿，總之我哋都係飲嘢啫，犯法啊！兩大天王總樂團。退散萬水千山中環，喜劇風格如帆。要你啲嘢喎，祖藍。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究竟得獎嘅係邊一個節目呢？係張學友可以得獎啊，定係啊黃子華可以得獎呢？萬千輝哥頒獎典禮最佳綜藝節目得獎的是福祿壽訓練學院，抵他們拎獎啊！掌聲啊！大家好，評判好，我是林樂熙。有唱有講有樂器，有主持人有劇本，基本上一個人做曬，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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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多謝。你今年幾歲啊？21。但是你識嗰啲，你啱啱扮嗰啲人係我哋嗰個年代嘅喎，經典啊嘛，經典先係最正嘅，係真係有經典先可以模仿嘅。哎呀，長先又俾你立咗件好嘢啊！恭喜你，21歲喎，你諗下，年青就是力量。到我啦，係嘛，林太？係，冇錯。哦，黃生，等我睇下先。你知啦，我哋好多時做嘢，我哋三個都經歷過啦，冇乜資源噶嘛。我好中意嗰個名字叫做 low budget， 即係低成本嘅大熱。俾個 low budget 大熱我。好 ，low budget 大熱。呀！大熱越愛越狂熱。你做乜鬼啊？正上身。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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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咪有啲似大內密探零零發裏面嗰個劉以達喎？你又似你，你又似你。你可以識翻個發展先嘅，冇嘥電係嘛？冇嘥電，我哋 low budget 啦。你點解後屘又埋去又教好多嘢咧？開頭係教兩度嘅，咁後屘最重 course 我教四度。四度，但係我想同你講係冇分別嘅。我以為有添，係冇乜分別嘅。係冇辦法，budget 比較低，係盡量做。收唔收貨？好收貨，好等你入嚟我個班。好多謝 ，thank you。呢一個大熱，佢未必模仿技巧係好好喎，但係佢豁出去，好似話俾所有嘅觀眾聽，其實你都有機會可以。Hello， 歡迎，又係我啊！第一次見到咁大年紀有曬須嘅學生，幾有似你，幾有似你啊！阿孫姐，跟住到你揀啦喎！我都想揾個跳唱嘅，見到有一個叫大坑小。小豬應該是小豬啊！我諗係咪羅志祥啊？大坑小豬，演藝圈是很殘酷的。當你一被否定的時候，可能就會跌到谷底。是跳舞讓我找回自己，我是小豬。佢特登發咗啊！冇錯，冇錯，冇錯，係咪啊？係啊，個眼袋好緊要。平時睇你嘅組合啦，天堂鳥啦，見到你哋幾個都，我哋都大開眼界。今次見到你一個個人嘅舞蹈嘅表演，點解你會參加呢一個節目嘅扮嘢嘅節目嘅？首先我真係好中意舞台，而喺呢幾年天堂鳥。暫停了之後，就沒有很多機會。剛才條片後面所說的都是我心聲，娛樂圈是很殘酷，真的一被否定就可能沒有人會記得你，即可能觀眾都不認得我是天堂鳥。我希望借著一個表演機會去告訴大家，我真的很喜歡舞台，很喜歡表演，很喜歡跳舞，扮嘢都得的。呢啲就係真正嘅藝人啊！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我好感動，係啊，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我哋點解做咗咁多年，我哋都仲係咁中意喺舞台上面，就係因為我哋好希望帶到娛樂同埋歡樂俾我哋嘅觀眾，所以有呢啲我哋嘅。堅持，我覺得我好感到，因為我哋後面仲有好多新嘅力量喺度嚇。長師兄啊，我想講一句，你繼續喊咩？因為佢係我嘅。Thank you， 好好。喂 ，hello， 喂，林峰。首先我自己個人真係好享受喺舞台，就算 even 我自己諗住唔做 artist， 我都希望有機會翻去做 dancer。因為我係真係好中意喺舞台表演俾大家睇，你要放棄係好難，即係你講就容易，但係要你真係放棄，基本上係冇乜可能嘅，好難拉得走我。而家長師兄，不如你都揀下啦。好，大家都知道，其中我一個成日都會扮演嘅就係我偶像啊嘛 ，Loki 啊，咁我都扮咗好多年 Loki， 我希望有啲後進可以
即係再扮下 Logie 俾我睇下。有節目嚟接棒。西貢 Logie。想真名潘卓，叫我 Jackie 啊 ，Jackie 哥，系姓潘嘅，系。嗱 ，Jackie 其實扮嘢最緊要個聲音似啦，或者嗰個台風似啦。暫時嗰兩樣嘢我又覺得唔係太似，但起碼我覺得個造型都要似咯。你今日嗰個造型就我覺得，如果你加頂帽，我覺得成個蔡風華咁啦。我唔係講笑噶，有冇帽啊？有冇帽？好，攞頂帽，睇下大家認唔認同啊？唱兩句蔡風華嚟聽下。絕對空虛，無人捉我似廢墟。佢走嚟走去㗎，絕對空虛。係啦，做乜情人這晚你熟睡？係啊，唔知擘大隻腳。仍然是愛你，擘大啲啦，從沒怪你。擘大啲，擘大啲。變了粉地下，指地下，抌地下。是愛你，抌地下。而沒有你 ，camera 望緊真啊！喂，你望鏡頭啊！我驚佢會扭親啊！你小心啲，我驚佢會扭親。誒，送頂帽俾你。我哋一齊俾啲掌聲佢啊！多謝你。全部嘢都不足，都揀咗我啦。蔡風華啲歌我都識，不過我又諗唔到係話似蔡風華咁咯。好，跟住就到我哋嘅 Professor Look 祖藍。哇！呢個朵啊，真係冇人夠膽亂咁嚟。邊個？真係好想睇下你受唔受得起星爺接班人喎。五個字真係嚇親人喎！星爺接班人，力拔山兮氣蓋世，呢個係令到我好深印象。我真係不能忘記你。星爺接班。力拔山兮氣蓋世，真係難啊！時不利兮追不逝，阿七文西都係叫翻我全名啦，阿七。是的，不好意思，文西，不要客氣，阿七。是，今次什麼事呢？文西，是，今次找你，國家有任務給你。再戴回個假髮。任務？咦？是嗎？再除回個假髮。終於找我了。是的。你做完咁快？你其實係咪嚟賣假髮噶？定係你嚟賣刀噶？請報真名。係，我叫K 師張啊 ，K 師張。點解會選擇做周星馳同埋羅家英一人分飾兩角咧？咁啊，由細到大都睇周星馳嗰啲經典電影啦。咁啊，呢個電影呢個橋段特別引人入勝嘅，好深印象，好深印象。而家你呢個就令到我好深印象，我真係不能忘記你。同埋我頭先又說服緊自己，究竟你入我嗰組會做乜嘢咧？
OK， 你都係幫我哋做髮型方面啦，唔該。加油！加油 ！OK。Hi， 文西。文西。係咁啊！啱啱啊，祖藍老師同我嘅相處咧，覺得佢個人係非常之友善啦 ，nice 啦，因為佢話我今日嘅表現都唔係太好，佢都唔係好嫌棄我，咁佢都好俾好多意見我去改善，係非常之好嘅老師。加油！點啊，祖藍呢一刻嘅心情如何啊？我都有攞嘅，你都有個星爺，你夠個包皮啦，啱喎，得喎，咁跟住就到獅子揀啦。大灣區妹姐。深井張國榮。太熱，越愛越狂熱，妒忌像火焰強烈，血氣注出惡意，地球大熱怎被愛轟烈？高凌啦。而家 TVB 小聲音女性大有人在啦，例如係我哋美女主持郭佩文咁樣啦，哇！你睇下佢彈下彈下咁，嚟啦，同我跟高凌一齊突破觀眾嘅眼球，俾多啲掌聲嚟先！哇！哇！睇唔睇到我咁多位？睇唔睇到我？睇到我啦嘛！屯門王傑，分離仲來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风发觉情与爱何休止。少女肥妈，要争取快乐，哎，嘥气，沙田尖瑞文，提下我超海快和记。嚟呢度 ，Goodbye class。嗰個刀敏俊係咪一個韓劇好紅？哦。You are my destiny, cutie. You are my destiny, cutie. 我哋而家咧就有21位嘅學員已經表演咗噶啦，跟住落嚟咧，剩翻郭導師每人最後一個 quota。長師兄，女版阮兆祥，我拍住心跑，不可再失敗，但需要始終不離，始終不離解。喂，嘥氣。Hello，Hello。祖藍 Professor Lu， 請你揀出係第一 round 嘅最後一位學員。我仲想睇一個同劇有關嘅。係啦，啱啱高凌之外，我想睇下《還珠攻略》究竟係咩嚟嘅咧？《還珠攻略》聽說你會魔法，還會配音，是不是？皇后娘娘，我的魔法和配音只是皮毛而已呀。你的皮毛已经学会勾引人了。你可以用广东话去演绎刚才的那段戏吗？梗系得噶啦，我特登去学噶。OK 的，来。容嬷嬷，同佢讲清楚。扎扎，你唔睇《御花园》咩啊？《御花园》《御花园》，唔好意思。OK。你唔？你條粉腸唔睇，你做頭先冇粉腸嘅喎，我自己揀事啊嘛，你同我收皮啦！你以為我唔知道？今日你一個人演咗3個角色，為咗啲乜嘢啊？為咗勾引3位導師嘅注意啫嘛！你搶咗挪威嘅風頭，仲喺度扮曬嘢，我炸啊！老師救命啊 ！OK， 好正，好中意啊！我覺得根本就唔係《還珠攻略》，佢根本就係女版金剛。金剛嗱，即係本來我都諗緊，哎呀，如果你喺呢度得唔得咧？
金剛得，你都得啦。睇下有冇得一齊玩。好啊，多謝曬，多謝老師，多謝你，多謝。哇！好開心。我仲識啲咩廣東話嘅地道語言？例如收皮啦、密密地啊、濕濕水啊、個衰仔啊、個撲街啊。節爺，有請，俾你揀最後一個 quota。我睇到個好笑嘅，象爆古天樂，哇，好大反差喎！啲樂，哇，你唔知佢似象爆定似古天樂啦。OK， 好極端嘅。象爆古天樂。或是幻象，但我没偶像，应该得奖，一较量漂亮。林毅不乱高手，感情横行就像金湖流行，金阳流行都不嫌越走越近，金奇流行流行追名林琴，他极迷人，可惜你是作命钢琴。我是173王家偉，大家好。173cm 高的，他的意思是是不是？是啊，我未唞上條氣，你先住計先。你那個不是咪嚟的，擋住先，不要緊啦。你怎樣啊，哲爺？你沒事嘛？是，你醒了沒有？你加油啊，你收了我了已經，加油啊。好頭好尾喎，哲爺今集第一個係。我唔係，我而家喺度揾緊你有啲咩優點嘅，而家玩住先啦。好，好，好，恭喜你，唔該曬。幾好嘅，因為如果係淘汰賽咧，我應該會輸嘅。今日一夾硬入咗圍先咧，咁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係啦。你哋揦嘢啦，校長。呢個人一係就係一個天才，一係咧佢就嗨得好勁。所以咧，我要 check 一 check 究竟呢個人係咪天才先？24位嘅學員咧，啱啱已經表演完畢啦。每位導師嘅隊伍咧都有8位學員嘅喎。而家請3位導師揀出自己班嘅 top student。Professor Folk， 其實咧有2個個分數喺我心目之中都好近嘅。係。一個係扮聲勁過李思捷，一個係林氏郭富城。兩個都好勁喎，其實。今期 top student 是臨時郭富城。哇！恭喜曬臨時郭富城 ，Professor Luke。撈不大熱同埋老翻林峰之間，係我會揀撈不大熱。哇！呢個估你唔到喎。兄弟，娛樂性豐富啊，真係。係娛樂性好豐富。咁 Professor Sal 咧？我都係講緊變化一樣嘢。你最中意會唔會係包皮啊？應該就呢一集未必會，但我就覺得阿哥頓大坑小豬，我知道哥頓係唔單止小豬，我覺得佢郭富城、林志榮、OK、Michael Jackson、OK， 所以我揀哥頓大坑小豬。咁想問一下3位導師咧，你哋滿唔滿意你哋嘅學員啊？好滿意，長師兄係好滿意，但係咁擰頭嘅喎。又唔好話滿唔滿意咧，有啲係揦嘢嘅。思哲又唔出聲咁樣係。唔係有啲我唔滿意嘅，係。但係我都要訓練佢哋㗎，係。咁有機會嘅話，你哋會唔會想換咧？想，想，梗係想換啦喎。你哋變得好快喎。咁其實咧，我哋後面仲有一班扮嘢嘅高手咧，仲未出場嘅。咁所以下一集俾你哋換人加搶人。哦！本輯節目獎品非常豐富，其中包括香港大富翁夢想世界送出入場門票及雪糕券，總值港幣450,400。MyTV Super 送出 Robo Buddy 合金模型及免费体验1个月 MyTV Go， 总值超过港币420,000。丽骏汽车送出纯电动车50 Air EV 一部，价值港币148,850。
美乐保龄球场送出保龄球券，总值港币72000。Super！ 哇！哇！每人會得到兩張大富翁嘅入場券，價值520元噶。皇上愛發英雄，高啊高，啲人會預備。皇上最美啊！去廁所呢個好笑啊！我哋入廁所啦，好嘅。快啲掃呢一個 QR code 去 My TV Super， 就可以睇到福祿壽訓練學院加長版㗎啦！手機用戶仲可以免費睇添。